那我自己呢，我也是有买一些烟花，还有炮竹来玩。在马来西亚才可以驾摩托哟。好聊。在马来西亚驾摩托。摩托。大家，这个就是我家乡的甘榜龙啊。那 as you can see， 昨天已经有很多人在那边玩跑了。炸爆。Tonight is our turn。Our turn。到我们要炸到警察来。Yes。出差车。财神爷。出差车。你看，我老诶，不可以讲我老。我买了仙草，坐后面的就是要喂前面的喝。回去外婆家，然后蹲一下子再出。好，那是我们的甘榜 bucket list。阿姑，阿姑，我们外婆家的那。你的 ？Yeah, the first house you see over there. Wow.哇、wow! ！太重了。我们到了，再等你进去哦。好，我车要弯进去，因为我在路旁。看一下整个风景，有没有甘榜的 feel？ 喂，Will Class 2C 的 license OK？ OK。哦，现在我们要去买炮了。Yes， 看我的。有啊，有开。哦，有开啊。有。那你哎，看到吗？哇，要买泡料。我们要买泡料。啊，我们新干，要不说啦。我们新干 ，Hey ready。啊，这是吗 ？Ready again？ Yeah， 你说啊，不。啊，好的。你拿一个还是什么？这种东西来马来西亚才有，新加坡你就玩那种手拿的烟花，有没有？玩你们来来来，我们这些都是我们的。对，来观众跟你们讲，全部这些炮哦，600块，老板很大方，本来是600多，他扣到600，然后可是这次不是我出钱，这是哦。阿弟帮我出钱。对啊，我出钱了，但是这个钱是他拿的。哦，okay， 我们今天、yes. 今天全部记得炸到警察来。对。OK， 重要重点。放心放心。现在看。Thank you。给 take money 分。哇。哇 ，many many many。那个不要。这个是小炮竹啊，也是丢人了。哇。Thank you。Thank you。Happy birthday。给他读了，香包满满的炮竹，炸到晚上天空对我们很好，而且我们最后一晚在这边一定要放完全部东西的。Hey, Hello everybody. Okay， 我们现在有一个很 crazy 的 idea. Okay， let's do this. So， two of us， our car is not here， because the car went back. Okay， so my mom。My brother, okay,
decided to walk back to my grandparents' house. Okay, waiting for my dad to come. Okay, 来我们来看一下现在的状况。 现在的太阳应该是35度。 Okay, 现在太阳特别晒。 它是2。 Hi. 认识啊？ 不认识。一样。 Okay, what are we gonna do? We're gonna 穿旗袍 and walk. That's what we're gonna do. Okay. My brother just took out 他的中山装。 我会再 update 我们走的怎样。 Okay, so 现在很 我们的 driver 来了，我们上车了。 OK， 大家现在 ，Hello， 不用紧，sorry， 我跟你讲这个要 blooper 了，因为我在这边啊， now 啊 ，try 365 time。 我自己呢，我也是有买一些烟花，还有炮竹来玩，可是现在你看一下我的天，有一点太过亮。